刘荣斌的双杠。 在这一轮比双杠的六位选手是全能决赛当中实力最强的一组，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位选手的综合能力都很高。 成挂壁要比成支撑稍微容易一点，比如说团两周挂和团两周之后成撑，难度是不一样的。刘荣斌刚才双杠得分是15.0。